给他，我塞给他吗？我是昆虫哎，好像还是还没有给你，是的。有给他。有给他，你别在家。有给他，为什么这次还没有给你？没有，他在旁边，现在那边还有小树叶。更大树，你懂吗？就是前面碎碎的叶子那里，我看得到啊。我很怕那五色鸟刚好往那边飞，刚好被它踩到。就傻傻的，他来那边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可能一看，哇，就给他，他就躲在叶子这里。哎，他就会，太危险了，这个时候离开。飞走了。